路途很多都是崎嶇的，但是你看你怎樣行的而已。咁就就咁樣嘅，我哋喺雪山嘅時候咧，差唔多離開嗰日咧，就收到航空公司話，即係取消咗我哋個班機。咁原來咧就係意大利，因為我係喺香港坐飛機去意大利落機，然後再坐三個幾鐘頭車去雪山咁樣，去法國嗰邊雪山。咁佢話唔俾我哋入境，咁啊取消咗班機，佢唔俾中國人、香港人、澳門人、台灣人咁樣啦。咁啊唔緊要啦，唔俾入，咁但係我要趕住翻嚟，咁我都唔諗咁多啦。最緊要就係因為航空公司會幫我哋改咗機票，咁啊揀，我就揀咗去瑞士嗰邊，因為唔使轉機，因為我哋有好多即係大件嘅行李轉機好麻煩。咁咧就我哋嗰日知道嘅消息咧就係星期五嘅夜晚，咁啊星期六佢哋係做半晝嘅啫嘛，咁啊要好辛苦先係 book 到架車。如果是星期六那我就弊了，星期六那些book不到車，他們的工作是很穩張工作的，book到車那我就淡定了。那就走的時候就是在雪山，就是早上的十點半就坐到夜晚八點半去到瑞士蘇黎世的機場，那都好啊。那坐十幾個小時車呢，原來有十幾個小時車的樂趣的，那我們可以在車上聊聊天，那就飲下啲 wine 啊，睇下風景啊，見到法國嘅風景咧，意大利嘅風景咧，瑞士嘅風景咧，有另外一種樂趣嘅，即係孤無論點樣，最緊要就係有機位有車翻到嚟就得啦。嗯，係咪話都係因為咁樣取消咗去新加坡嘅？係啊，本來我哋可以本來約咗去之靈去食嗰啲咩蟹㗎。我係諗住，今次有機會真係可以同輝哥同阿蕭我哋三個人去新加坡宣傳，咁啊都收到通知話，哎呀取消啦，咁係有啲可惜嘅，咁但係都安全為上咯，咁我都贊成呢一個嘅意見嘅。嗯，好似都疫情都幾嚴重。有，咪聽啲專家講咯，即係真係嘅，洗手，係啦，即係洗手啊，免得過唔好去咁多人煙稠密嘅地方，咁其實對自己對人哋都有危險啊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咪享受下屋企嘅樂趣咯，屋企執下嘢啦，睇下你嗰啲舊作啦，咁咪一樣係煮下飯仔嘅，咁都好過癮嘅。係，我就我有不停睇啲湯水咯，反而即係佢有一啲中醫嘅，即係係啦係啦，防肺炎嘅湯水啊。雖然唔知道有冇用嘅，咁啊試下咯，都喺屋企飲下啲湯水啦。咁啊，通常都冇啊好感恩我有個好好嘅家傭咯，即係嗰個人姐姐，咁佢又真係有啲朋友，係咩？咩都我做嘅陰公，你就係嗰個工人姐姐咧。係啊，咁啊佢揾到啲即係朋友幫手賣一啲口罩咁樣，咁啊起碼都可以頂住先咁樣啦。咁就都同佢傾咗偈，咁都有諗啊，希望即係真係屋企嘅僱主都可以照顧下，即係佢哋嘅工人姐姐，咁佢哋喺外地工作，如果可以嘅都分配一啲口罩俾佢哋，因為佢哋可能成日都要出去落街買餸啊，咁嗰啲咁咯，咁佢都有同我傾偈咁啊，所以都分享一下咯，係啊。